我打得蛮扎实的，扫到了右外野方向 ，Go！ 真的是不要被猪哥打中了，本季第八轰，在 Lucky Seven， 这也终结了团队在连续十一名打者没办法上垒之后，朱玉贤用一支安打换回了一分。桃园队在这个时候下达了全垒打战术，直接把分数给要了回来，2-0取得领先。你说不要被大炮打到，对啊，真的是。而且我觉得这个配球会比较没那么聪明，是因为他第一球是142的速球，同样的球路，但是他只是把他的脚稍微逼退一下，结果又同样速球进来。